而且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因纽特人的那种传说里面，看到这个极光，就是啊，如果我们的族人去世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极光就会带领着他们，照亮他们要到天堂的路，哎。啊，那不就会看到？没有什么好害怕，都是我们的族人呐、啊。而且人家那科学家哦，有在研究哦，说其实为什么会有这道光呢？就是哦，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，或者是地球磁层的这个带电粒子啊，撞击地球高层大气当中的原子跟分子，所以产生这样的光芒哦。